我们的爱舞台彩排现场也太帅了吧！现在我还默默的等待，一个人温暖。我们的爱好像不该被这样对待，直到现在才学会了怎么去爱。我们的爱为什么会成为了负担？直到现在发现去改变，去改变不完的爱。我们的爱不会再回来。彩排结束，来看看超然的舞台吧。好的，接下来呢，这个舞台的歌曲呢，我个人非常喜欢他的声音，收录在2004年的专辑中。这首歌呢，还曾经获得2005年第11届全球华语榜中榜的年度最佳歌曲。好，这位歌手的搭档曾经说过一句话，说他苦练10年，也可能唱不好他的歌。下面有请詹雯婷、王鹤棣带来《我们的爱》。一会儿把手都借给我，借给我们。小时候，云朵漂浮在蓝蓝的天空。那时的你说，要和我手牵手，一起走到时间的尽头。从此以后，我都不敢抬头看，仿佛我天空失去了颜色。从那一天起，我忘记了呼吸，眼里啊永远不再哭泣。我们的爱过了就不再回来，直到现在是永远我都放不开，最后的温暖。一个人温暖。我们的爱好像不该被这样对待，直到现在才学会了怎么去爱。我们的爱为什么会成为了负担？直到现在发现去改变，去改变不晚。我们的爱我明白带来许多欢快，直到现在还是温暖温暖心怀。我们的爱是否还能再寻找回来？直到现在我还是在原地等待徘徊。我们的爱过了就不再回来，直到现在这样对待，直到现在才学会了怎么去爱。我们的爱为什么会成为了负担？直到现在发现去改变，去改变不晚。我们的爱我明白带来许多欢快，直到现在还是温暖温暖心怀。我们的爱是否还能再寻找回来？Thank you.
请先预测来了。哎，你选什么？我不知道选什么，反正我跟你反着选就对了。我觉得你会连四次都错。你选的好烦哦。加油，用自己的心，反正现在比分也落后了。哎，这里潜伏都要演出来了。明白明白明白，他们不自己选，他们老是压别人，你知道吗？他跟别人反着选。其实他们没有想到，就是只是你要是争不了第一，大家一起输啊，就是。对对对，我其实要就是大家嘛，他就是我，他们这组是我的大家呢。什么叫这组是你的大家？就不想放过你们的意思。好，我们亲爱的零零团和九零团的朋友做好准备，来，请选择。会不会？三二一，请锁票。好，可以了，手放下，谢谢。好 ，OK， 好，来了。首先，刚才这首歌啊，我觉得这个非常的燃。所以，飞，你是不是唱这首歌从来没有过你这个版本的感觉？没有这种版本的，没有 rap 版本。今天很非常成功，对对对，我觉得状态非常好。取长补短，前面有点收着，后面整个炸起来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要请你们预测一下，到底零零团。我们有个疑问，如果我们选平票的话。算两分吗？你如果算真的是平票的话，真的可以算两分。那我们就选平票，平票吧，平票我就走出去。我跟你说，怎么可能？弟弟，如果真的是平票，你们加两分；如果不是平票，你要扣一分。还要倒扣啊？所以你要不要跟那个詹老师商量一下？詹老师明显慌。零零吧。好了。好了，零零吧，零零是吧？零零吧，不是的，朋友们，我们就是在猜测你们哪边喜欢人多一点，并没有要你们 battle 啊。下面这两组才是 battle 呢，是不是？先是佩妮姐他们这组写了，然后克群哥说不管他们写什么，我们组跟他们反着来。是，所以呢？所以他们组写的是九零，非常小的一个九零。对对对对对，本来。Justin 他们写的九零，确定是反过来吗？反吗？确定反吗？反他，真的反他吗？他错的机会很高。OK， 我不懂，这是在争反不反？要反的。你回头看一眼，你回头看一眼了，反你看。Kenny 会连错四遍。让他反，让他反，没事，反正我横竖都要包。OK， 听克群哥的。好，那吴克群组选择零零。零零，好。好，目前全对的。是潘玮柏和李雪琴，我们马上就打破这个神话，是吗？我觉得会中，你也那说不定更神。玮柏和雪琴，他们能不能全对啊？好好奇啊！两边都满分。哦，他们真的写的两边都满分呢，就是平手或者是满分，因为我觉得表现特别好。好，了解。现在看一下结果，最终到底是多少呢？平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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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就走出去，赶快逃，吴克群。我有预感会是平票。那你要不要改？不改了，不改了，不改了，确定啊、都选好了。嗯，不改了，不是平的，因为我刚刚看到有人没举手。对啊，我有看到，有人没举的，蛮多的，蛮多没举的。Yes。嗯。哎呦，看到。首先。没有平票，没有平票，双方一票之差，一票之差，38-37，好接近啊！38票的是零零。